今日介绍我哋大水车长脚蟹嘅五种食法。首先，捉翻一只十斤重嘅阿拉斯加长脚蟹，摆个胜利嘅手势，将只蟹煎皮晒骨，分成 M 段。表演开始，执几只鸡蛋，加埋啲蟹黄，搅埋一齐，怼入个蒸柜嗰度，蒸佢五分钟。出炉之后，加埋啲蟹膏同埋蟹肉，一道蟹黄蒸蛋完成。蟹身厚肉裹一层蛋黄嘅脆浆，猛油炸至金黄色，牛油爆香料头，加入咸蛋黄水，撒一套芫荽，推成金沙状，翻炒均匀后即可上碟。嚟一道金沙蟹球，蟹脚纹理鲜明，肉质紧凑，推刀去壳，左脚蒜蓉酱，右脚黄金酱，入炉烤五分钟。一道太极金纹焗蟹脚完成，蟹钳剁开上粉锁鲜，酒油肥肉爆香料头，放入芝士融化其中，灌注上汤，加入蟹钳炆佢五分钟，打芡收汁后洗出热气汤蟹肚，最后淋上芝士蟹肉，整翻道芝士蟹钳回衣面。蟹关节同蟹角尖都不要浪费，拆肉之后将佢炒香，放入清汤，加入圣瓜提出蟹鲜，最后加翻几只肥红，令到个汤鲜上加鲜，嚟翻一道蟹鲜浸豪华，五菜结合，为之蟹王大乐图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